明天要去参加开春仪式，而且必须穿礼服。你知道我中国体育代表团，礼仪装备专用。孩子，哎呦，对，孩子亮出来，好帅哦！真的，我妈妈都得羡慕我。看到没，羽毛球队郑宇开箱。哇，护士。增高呢，很适合王龙平和那个陈庆晨这种小个子女生。哇塞，漂亮！等一下我就变装，等一下我们就咔嚓就换了，你换成这个要跳过，这样这样跳起来，然后我们就这样还是这样，咔，这样，一二三，咔，二三，不是，先别忙着笑。是他是跳不重要，可怎么又咔又跳呢？俩人还换了个位置，这妆真的非变不可吗？里边请，欢迎光临。二三咔呲，一二三咔呲，挺漂亮的吧？好看的，中国出品，就是牛，折磨王。现在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中国代表团。走开了！小王姐漂亮哦，起来！哎，我来了！哇塞，漂亮！哇塞，漂亮死了，漂亮！漂亮死了！去参加开春仪式了，快点！漂亮吧？好，哎，王姐就是比较怕那种。我穿上裙子的优雅一点。优雅。这样走过来。同打一把伞什么概念？好啊，恭喜！哥，你重拍一张的时候，谢哥，哇，十一级大哥，都飞起！你赚了，亚军可以。哇，十一级笑的好灿烂！哇，十一级大哥太灿烂了，太帅了！十一级大哥，你是不是很激动？太激动了！今天晚上你是平常打羽毛球是吗？我平常玩羽毛球，但是我是练武术的，练武术的，但真喜欢他，他武术打得可好了，现在。最喜欢。朋友，你多大了？16。哇，后生可畏，是榜样。十一级十六岁的时候已经是青赛的冠军了。十一级大哥，那我不配。走了，大哥，我你再加油。还有虎牙哎，好可爱呀！你看，孩子开心。
们的开心好简单啊。哇，孩子开心，少年老年智慧的一条，真的好感动。我也是没想到一个人能给另外一个人这么大的力量。他还在很开心，但他还在开心，好开心，真的真的好开心。谢谢。哇，你好可爱啊。其实湿的时候最帅。真的吗？哇塞，真的吗？不穿了，时间又快穿了，穿吧穿吧穿吧，别穿了别穿了，好可爱，遇到朋友了，两个干什么？好久好久没见，还遇到什么遇到真的，好的好的好的，都是自己人，都自己人。那个我喜欢网红，这个好像是好好说，这个是什么？好好说，就是那个不要听我台标题，咱们不要听了，另外记住，好好说。很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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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说你们猜。赛艇女子四人双桨，我知道，你听清楚，赛艇女子四人双桨，很幸福，又要配合，又要体能，又要自己，不懂不懂。哎，你的迷妹们看到没？迷妹的眼神呢？迷妹的这个，对吧？可以，分析太好了。啊，高球，哇，加油！然后下面写2023，天降紫微星，写。徐雨琦在这吗？帅帅帅。这里，这里画的这就是你写的，对。黑色在这里。哎，有。帅帅帅帅帅，帅帅帅。天降紫微星被我操控在这儿，天降紫微星非得补披着这个紫披，必须的，一定得。哇，皇上，真是皇上，真皇上。太阳，太阳，来拿着吧。皇上自己拿。嗯，演完了。演完了。写字有笨句，专业的纸我过厉害了。还有下面两句。还有啥？我不知道。下面两句算什么？你编的，人家光看这两句。不可能，不值。与你相识我都值。那我说，我姓施。相识，你们拍一个。我姓施。这是微信吗？是吗？哎呦！挺有才。我姓石，无论何时与你相识我都值。我姓石，执笔写词犹如骏马在奔驰。我姓石，心往神驰，执笔再以落笔直。我姓石，高见远识，人如其名很务实。石不惧风飞沙。我可以我姓石，但我走不了后面。你不姓石，我不姓石。我好想让自己姓石啊！你不你姓不了石啊你。一百，我就光想一个，我姓郑，我姓郑，郑郑郑郑郑，做个人。郑，谢谢谢谢你对我的记忆，我会好好做个人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我永远记得您的话，做人做个好人。不行，我不行。哎，我姓郑，正儿八经是个人。我谢谢你们的嘱托，做个人。哎。先运，你没运没有过吗？对，没有，先运。小时候，房，在运大，哎，在运大，哎，我没出过。是我年龄小，是你年龄小，是你年龄小。你没玩过这个？太保，啊，是，玩过。对，是。别说啦，播不了啦。等你来，一起来。全江潮涌澎湃，热情豪迈，等你来，一起来感受心彼此相融，爱砸未来，等你来，一起来让亚运烟火映出你的风采，等你来，一起来让世界心心相融，爱砸未来。